爱们，这是我拍的最坎坷一次视频了。我们现在在成都。视频的开头是这样，本来开开心心骑车去探店，还看了青蛙买水果，结果突降大雨，成都就突然就下雨了。姐妹们，我们从车上都下来了，打车，风雨无阻去干饭 ，Go Go Go！结果前方有135位排队，我们要去的那家店下班，随机让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去一家店吧，带咱们去吃一家店。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车，结果师傅着急下班。能下来？这还让人叠住了，打车也打不到是吧？原地等待一小时后，意外吃了一顿狗粮。终于打上了出租车，一段奇妙的旅程就此开始。师傅，你带我们去吃个地方吧。吃什么呢？吃啥都行。您觉得最好吃的？吃啥都行。吃啥都行，不挑食。还没想好。我怎么说不呀？看你们吗？你喜欢吃啥？火锅吗？那哪家火锅呢？小凤凯吗？大侠吗？我有个，不太好意思说的话，就特别像张三。马云，你说我像马云呢？很多人说您像马云。气氛有点尴尬，我们还是聊吃的吧。吃一家地道一点，地道一点的，中道街那家应该还开起来，就前面没多远。那是个什么店啊？就是吃串串的地方。叫什么名字，师傅？康二姐也可以，卢妈也可以。卢妈，对 对。好，听卢妈感觉挺地道。突然就不堵车了。对，突然就不像周五了。嗯，也不像下雨天的周五了。你坐我车是个转折点。到了。哦，到了到了，谢谢师傅，祝您生活愉快。这家吧。哦，确实人很多。在哪里点？在那边点。隔壁建材。啊，隔壁啊、哦。好的，好的。1块钱一个。哎，这个怎么算的？除了7毛钱一根，一个人再付1块钱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的。哦，好丰富啊！你以为喜欢这大土豆片片的？藕片。串串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咱们直接开吃吧。哎哎哎哎好香啊！先吃兔腿，好，谢谢。兔腿你们吃过吗？上一个。哦，这个，嗯，好吧。猪的，油香油香的。前菜多少钱？后面的你吃啊。啊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好辣！这封神了吗？你比我还夸张。嗯，真的好吃、啊，14块钱一个。我觉得便不便宜的咱不说，咱那没有呀，对吧？嗯，那咱以前吃那大兔子上面的腿是不是也是这？那是鸡兔同笼问题。司机张老师没有骗我，咱们的开心溢于言表。哇！还真爽，炫吧，姐妹们！干串人上线，7毛钱一串，而且他们家串串是一次性。这个大土豆片片子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谁的最爱？这个我感觉可以蘸着那个原汤，这个原汤感觉很魔鬼。嗯，我的妈！他家真的好好吃，这个原汤绝了，你们都要试试这个原汤。土豆片好脆啊！又大又脆，很麻，超级麻，麻贼过瘾，没有白挨那些鱼点子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我声音好大呀、啊。嗯。来个千层肚子，咱们感觉这一顿就是从料里面去捞菜吃。哦，
这样咱们出来了吗？我觉得他那个。有点子老，但味道很好吃。火锅粉丝，这好香啊！阿姨喜欢吃火锅粉吗？我加别的她都没动静，我一加火锅粉，阿姨说啊这个好吃，好吃的很。哦，真好吃。上面有豌豆脆，有葱花，有小米辣，还有果仁，还有豆芽菜，这十五块钱一份绝了呀！我会为了这个宽粉再来一次成都的，我会为马师傅再来一次成都的。我们来成都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哦，还有个脑花，他们下手真重啊，调味料都可重了啊，但是很香。我感觉成都的脑花应该都是鲜脑花吧，不像咱那儿用的都是冻脑花。一人一块，总共四块，给张鑫。我先拿碗吃。嗯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一点香味都没有，一点怪味都没有，真的很新鲜。今天晚上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妙，所有的事情都指向了那个我们跟马师傅的交汇点。我看你怎么这些，就这样，这些人还是喜欢小哥小哥，再见，下次见。成都。OK， 真惬意啊！咱也不知道这是碟子大还是咋回事，我感觉这是我吃过量最大的一个川菜了，好像在东北菜都没有这个量。然后来一口这个毛血旺，这太下饭了，这喉咙太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小贝，饭能散客川菜总。今天来到大雁塔，然后带大家去吃一个据说量巨大的川菜，两个姑娘点三盘菜，据说能吃四天，到底有多巨大？我们去看看吧 ，Go Go Go！ 好，我们点了上齐了，一个是毛血旺78，然后一个吃不得辣子鸡68，还有一个牛肉肚片48，这应该就是夫妻肺片的意思是吧？然后一个泰椒土豆丝，我可太爱这个菜了，这看着就很香，28，然后再搞一个麻婆豆腐22块钱，然后今天不吃白米饭，我们来今天下炒饭，用我的小勺上给挖两勺。好，心仪这是你的。姐妹们一起来吃川菜来下饭，还挺爽的啊、哦！这感觉够你吃俩礼拜的这米饭，六个人分完还有这么多。然后来一口这个毛血旺，看着好香啊！好怪啊，不油腻，很香的啊！你们爱吃干酥肉还是这种肉嫩肉嫩的酥肉？这个米饭有点辣。你不能吃辣，你就就白米饭。我大夏天的辣出来一身汗，能吃个土豆丝，我心心念念的泰椒土豆丝。这个巨下饭，它可以免葱，可以免香菜，可以免辣，还挺人性化的。它叫牛肉肚片，上面有花生碎，底下是牛肉和牛肚。凉菜也可以巨下饭，来一筷子牛肚吧，香香的，但不油腻，这很不错，特别适合夏天来吃。来一口血汁爆鸡，很滑溜。炒米饭如果能吃辣必点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一定要自己带个勺来碗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可是下饭神菜啊！哇，这是谁最爱？看着我都不行了。它酱味好浓，麻麻辣辣，还点肉香味是吗？很滑溜的。我好像吃的第一个川菜就是麻婆豆腐。我上次听见有姑娘说，小贝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曲江附近的好吃又便宜量大的东西？
咱们就是说曲江不就是以贵出名的吗？如果你在曲江住，然后你发现附近有特别好吃量大又便宜的东西，留言在公屏上，这家算是我认为的比较好吃便宜又量大的了，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悦城，一顿200-300可以吃5-6个人，然后你预算足的话还可以再点个小龙虾。这个辣鸡，它辣鸡块还挺大的啊，很少见到这么大块的辣鸡。我觉得我要是一个人来，我最近想吃点素的，我就吃这个。我今天想一个人吃6-6的菜，我就吃这个。然后3-4个姑娘来，其实点上3大盘就够了，是吧？菜量是真的大。等一下，不是纯素啊，但是没有大块的肉难，是有肉的呀。我可太爱土豆丝了呀！这个率先吃完了，这太下饭了，这红油太香了。拿着盘子吃着有点虎。我突然吃完了，我才发现拿着这炒米饭的盘子吃可真虎啊！那盘子挡得特别神奇，哦，那辣子鸡的更挡，反正是这2倍吧，估计。米饭搞完了，刚好用这个盘子来装小龙虾的壳儿。哦，你这个夏天吃了几顿小龙虾了？帮你们剥个虾，带黄的。这顿的蒜是蒜蓉小龙虾给的。这算不算饭后咸点？咸点。嗯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哥小哥点赞哦，下次再见。我们接着进行光盘行动。可是我专门给你留了毛肚和午餐肉，吃个毛肚吧。咱就是说，真有人爱吃豆芽哦。